还是行的。啊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便电厅皇家大舞厅。这里没有舞池，也没有卖酒，也没有美女坐堂，这里只有一群爱听歌爱唱歌的朋友。希望这短短的一个小时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快乐的事情，哎，比如说音乐啊，还有笑话、电音，这是我的节目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对啊，我是男高音的，是很难唱得上去高音的，哎，所以我是不会唱歌的。你们如果说，哎呀，视讯奇怪，怎么没有飘出来呢？啊，忘记了。没啦，没改电脑死啦。我没电，我买没电查囡啊，我买电查波哎。所以，哎，那一直播欢迎，对不对？头家牛领导的视讯害去啊！好给你，你看我现在等戏吗？外吗？我不脸吗？我这边有显示吗？不会，外跳出的。好了，我先跳出来去，看我自己。那个，好给你，你先来接接吧，先跳出来。咱这个电视吼，这台电视就惊歹人啊，吼啊，所以吼，迄个个怕怕的吼，啊，伊小蛋个修理理的就好去啊，吼。伊讲吼，都只想紧张，搁想刺激啊，所以爱来一点嘛吼爵士的吼，这种音乐吼较舒缓些。无咱连咩啊，小蛋吼，这台电视吼，有可能吼紧张起来，袂晓开会哦，你袂开。啊，多谢大家吼，如果大家对咱的男高音吼有兴趣吼，小蛋会再敲楼敲这个电话吼，0800吼，.com吼，电视搁电冰箱吼 ，OK 来，咱接线来啊吼，来把麦克风交给你。好，谢谢，我开一下视讯。不给面子，而且，昨天测试还可以，奇怪。啊，你可能没开视讯来看。哦，对，昨天是旧版的，今天换新版的就不行。行了吗？没有私信就算了，反正又不是多好看，没交钱。我马上想来到这要先拿钱吼，因为但是这无目的啊，对吧？无目的又要拿钱，我做可怜的。啊，酷我卡到，好，有你吗？我这边开的那个视讯的软体是 OK 的呢，OK， 来，先带动一下气氛，好吧？寂寞，谁来陪我？
叫我摇摆哥，其实我有谁很寂寞，请别疯狂的迷恋哥，因为摇摆哥只是个传说。午夜寂寞谁来陪我，梦里走动难的情歌，你问我说快不快乐，当情歌越唱越寂寞，谁明白我想要什么，一瞬间释放的洒脱，灯光闪烁不必啰嗦，我就是最电音很累，我已经老看，可以给三个，你一个人要占三分呀？啊？因为我没有办法一直练新的啊，对啊，所以都会把一些练的比较熟的再拿出来唱，啊、所以应该有很多朋友都听过我唱，比如吃不买酒啊，哎呀、啊、Sabroso Negrito Lindo、嗯嗯嗯嗯、神射手。如果我是 DJ 这次没有按呢，是 DJ 是 DJ 是 DJ，现在该充电。
我可等啊，可等你走了啊，因为阮家的插头离我较远，所以袂使搁插头。今天很开心哦，能够来到电电听大舞厅。我把一楼切掉。因为受到吉祥的邀请啊，其实我没有主持的经验啊，对啊，就是喜欢上台跟大家聊聊天啊，然后打打屁这样子啊，然后我也没想到他会邀请我啊，就可以讲一些比较哎呀，我就是没有想到啦，对啊，也害我很紧张，超级紧张的，哎呀。我连起来切个十八度，你敢不敢？你知道十八度是什么意思吗？工藤又来了。今天蛮感谢工藤的啦，对啊，就是因为我的机架有点问题啊，然后他从昨天晚上。然后知道我要主持，然后他一直帮我调整到早上，对啊，然后目前是 OK， 可是我不知道居然是视讯不 OK， 视讯前一天还有跟吉祥玩过啊，对啊，他说我的视讯蛮特别的，对啊，结果今天不能秀给大家看，什么十八招较正经的嘛，哎呀，十八招是迄个，你若找到十八招的时阵，甲分我看。他忘了你。嘿吼，听讲你的音效卡收起嘛。他正经的，我们这里是有气质，然后有分析的，对啊，所以咱袂使讲诶，对吧？咱尽量爱靠气质嘞，私底下你也使请我啉米露无紧，补充一寡气质。那个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于音乐，然后他们的那个故事啊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。大家都喜欢唱歌，然后也喜欢听歌，可是你有没有去注意说、他背后人家作词作曲然后去写这一首歌的背后，对啊，有什么故事在，然后我们在唱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渐渐的去融入他那种感觉，会很容易清楚的表达出你要唱的情感吧。麦卡伦喂，麦克一直讲到这话，我跟你讲哦，啊，无你等我下台的时阵，较搞我酒，无我做推啊，人搞我啉烧酒诶，无搞我酒，所以啉烧酒一定爱搞我酒。但是你爱等我主持好玩，好不好？小大，我知影恁到底对啊，阮到隔壁尔。就先听一下这一首，好吧？我觉得有一些台语歌蛮有感情的啦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好吧？
人吃，分不合忘记切换模式，这样子应该有了。别人的厝内有宽宽的吊顶，阮的厝内是找无客厅。别人的囡仔出门有司机在送，阮是为着生活，好风雨地难，不敢求天斗三更。虽然阮是三只人，不管前途多黑暗，有梦想行出状元。今晚不甘吃，分乎后生查某仔，伊自细汉艰苦将阮请，将阮惜，将阮疼。一碗面，阮不甘吃。别人不是我在唱的啦。阿娘为碗满满的甘，阮甲感谢，请你等，请你看，看阮变心第一名。是要跟你们大家分享一下，说
因为这一首歌，我觉得是他是在描写说，有四个兄弟姐妹，然后就是、哦、怎么讲啊？就是米大爱逃给，然后还一碗米，但是因老嘞唔敢吃，然后一直想讲要提东西给因妈妈吃。有时候就是一些歌，它的故事，它背后的故事，然后就是会让人家说一些感动，然后我们在演唱的时候，你们就会很容易去触发那种感觉，对啊。然后，那姑且不论自己的技巧好不好啦，然后，唱歌的声线好不好，我觉得说。有时候你是放感情下去唱，然后让人家听出来说、啊、你所想要表达出来的那种情感的话，就算声线不好也蛮好听的啦对、啊、但是所以要特别好听的话也是要有那个啦，要练，要勤加的练习，欲练神功必先自功，是不是这样，对吧？好、啊、不啦，基本功啦。喂，什么最性？哎呀，最感性的最性感。哇，我露肩了，你看。哦，其实大家，喜欢 cue 我上台，然后叫我讲话聊天啊，就是比较。印象比较深刻的，对啊，应该都是在爱练习啊。然后我是常常被我 Q 上去，然后讲笑话的那一个，对啊。哎，拢当作我其他做侪无需要形象的款，哎呀、啊，我拢给我形象拍拍了了，剩的拢留给家己去开。哎呀、啊，害我到今晚爬不起啦，你看。你老较好诶，恁尽量介绍吧，好吧？今天有一点九十几个人呢，你在破八了哈。今晚大家帮我到考一下朋友来听我唱歌。啊，那你是要甲我拍南马空了啊？然后人拍南马空了，定诶。喂，拄好得啊，哎，反正你当作我是周杰伦啦，那种看棒都不需要，哎呀、啊，我还有一首歌，就是我今天在车上听到的，然后蛮符合我现在的 feel， 对吧、啊？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哎呀、啊。深的呐喊，默默拉开了热闹的开场，没有人知道，我屏住了呼吸，一直紧张。谁都说这是他们的梦想，在台上一分钟也是奢望，没有人相信，今天晚上竟然换我上场。观众焦急的等待下一个节目，又不是哪个天王天后天团，我可以猜到我的下场。观众会去上厕所，记者会去吃便当，可是我还是愿意拿出我的诚意，让你们知道我做了多少努力。虽然我不是很会唱，可是我愿意把我的一切拿给大家分享。下一个节目是，都说我不会唱歌，我的嗓音没有那么独特，但我保持一份自信，保留我的个性，你们说我还行不行？别说我不会唱歌，我的声音就算没有特色，可是我还有份热情，要让你们开心，你们说我还行不行？
些孤独，对抗那一千分贝的冷淡，多少人在乎，这是我多么重要的夜晚，时间还剩下最后一分半，能不能来得及让你鼓掌，我无不不乱，再怎样也要漂亮的唱完，观众焦急的等待下一个节目，又会是哪个天王天后天团，我可以猜到我的下场，观众会去上厕所，记者会去吃便当，可是我还是愿意拿出我的诚意，让你们知道我做了多少努力，虽然我不是很会唱，可是我愿意把我的一切拿给大家分享，下一个节目是都说我不会唱歌，我的嗓音没有那么独特，但我保持一份自信，保留我的个性，你们说我还行不行，别说我不会唱歌，我的声音就算没有特色，可是我还有份热情要让你们开心，你们说我还行不行，都说我不会唱歌，很自信，保留我的个性，你们说我还行不行，别说我不会唱歌，唱歌我的声音就算没有特色，可是我还有份热情要让你们开心，你们说我还行不行，都说我不会唱歌，都说我不会唱歌，这首歌是先铺梗，然后我等一下会唱，对啊，然后唱的不好的话比较不会被嘘的太大声，好吧跟大家开开玩笑，对啊，嗯，后面再讲好了，对啊，等一下又被警告我说不是的你就唱嘛，赶紧叫他出去我唱一些歌好了，
但是我如果看到他的孙子讨礼物，他都会送我很多，你知不知道？所以大家较好嘴的，后摆看到伊拢爱尊称花哥，嗯，他哎、欸、对，跟他讲说说好的礼物呢，然后他就是一直送一直送嘛，但是伊爱看伊，有当时啊，你若看到面顶跑马灯走得济，哇，定定抽到520啊，啥物啊，有啊，啊拢会看伊跑马灯咧走的时阵，看来较偷，哎呀，啊若无看到跑马灯走得济的时阵啊，都卖插伊，所以。对啊，伊是阿西的大咖，对啊。我懂，我懂，就顾不来啊。对啊，大咖。KTV 是差不多的，可是当我很开心的买到麦克风，啊，结果插下去的时候，然后后来就听到别人在唱哦，为什么都唱得那么好啊？就原来是插了一张音效，嗯，对啊，能够让你充满了自信的一张音效卡。没有啊，就是有时候蛮感谢这些阿西上的朋友啦，对啊，就是从什么都不懂，然后一直到慢慢的进步，然后嘿，一张充满自信的音效，一听叫做创举音效卡。今天啊，就是唔知咧，就是迄个孙咱拢唱到滴滴答答，对啊，讲咱就唱到这认真着。为什么下底破啊声遐尼少？下底花甲礼物拢无散起来？无啊，我无讲啊。创举足侪人咧卖，对吧？哎呀，哎呀，就对啦，就是无我啦，无我帮我蛮多的啦，对啊，就从上阿西这样子，然后。什么都不懂哦，然后麦克风要怎么挑啊，然后音效怎么调，然后他都是一直一路过来，嗯，他就一直帮我，对啊，然后还有一些人脉啦，对啊，应该说他介绍很多朋友给我，然后现在在写感谢状嘛，我给你寄过一回啊。他个画好伊补画，啊，大概拢要甲我偷卡威饭食，啊，这个死啊鬼啊，他无见无去，好，今日无看到恁姊啊，台湾人无法度讲老医生的代志，你安怎？啊，我个唱一下看，再个讲我搞的。
其实我会上麦啊，然后会去跟大家聊天拿比赛哦，就是工藤他给我这个音效罐头，然后我觉得蛮好玩的，然后就上来，然后这样子玩一下，然后大家也觉得哎那个笑声好好笑，啊我人吼，哥。搞面皮，你知道？啊，人也感觉好爽，啊，咱嘛感觉欢喜，安尼就好啊，系啊。啊，人伫遐咧，咩讲啊？反正就是不会啦，也是有人喜欢这种 feel 啊，对啊。然后就是没关系啊，我就是我需要形象的、啊。还有我就是在。爱练习吧，对啊，这里应该有很多爱练习的朋友，对啊，然后就我会跟他们讲讲笑话，对啊，嘿啦，别更小啦，对啊，喂，我嘛生了一表人才哦，无形象无紧啊，对啊，我有开过，但是未开我。
昨该八点饮料都未开安尼，哎呀，我昨夜开个 OK 讲，哎呀，无猜我会使，喂，搁你杂音太多，我会使唱歌，有啦，我有开，可是就是不行，哎呀，我也是偷懒者吧，我改一条英语歌，袂歹，王力宏的。帮我宣传，我要组一个男高音合唱团。啊，你若是原音唱袂起的，可以找我组团，好吧？啊，磅礴的钱你袂使找我收啊。讲罐头黑哈，罐头黑吗？那不要紧，那不重要嘛。哎呀，我想讲音乐的，大家是要听音乐。哎呀，有对，我唔知呢。你这边是讲罐头还是讲迄个音乐？哎呀，我唔敢调上大声，但是因为上大声会叫咩？请啊，跳钢板插鱼苗，哎，都有打吼，对啊，哎，讲藤条的呢，你敢会使改讲啊？敢会我插鱼？一个专工来听我这边应该办了那，伊规工无困，伊忝到要死。那个詹姆斯，我看到你的小窗，你可以跟他联络吗？就帮我跟他说一声，好好照顾自己身体，好吧？就是一个朋友了，好，谢谢阿辉。最后，时间快到了呢，我让母亲的话。
希望，当天老看我早忘一忘，这间流乱已爱归一干，用心听过的话长一望不然一生一世梦，那飘飘那天世间爱着一刷中离开，走出无缘归路单，心若有缘一相看，茫茫归路只有天地是无甲刮吼，它会喷。